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需求、需求函数与需求弹性哦。我们今天的这一讲呢，是需求函数与需求弹性的最后一讲。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哦，一样是应用专题哦。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呢，哦，怎么样应用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跟需求的交叉弹性的值呢，来给你做出一些关于市场的判断。哦，我们要用呢来谈谈新加坡的行动通讯市场的一个例子。这今天讲的东西比较接近练习题啦，哦，练习题，哦，让大家来练习一下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运用？哦，题目是这样子，哦，题目是这个样子，哦，新加坡呢有一间电信公司，哦，有一间电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它提供两种服务，第一个服务呢是通话服务。那他们请呢，哦，企管顾问公司，哦，这是真正算出来的值哦，不是我这边随便瞎掰的，哦，这是真正的值。他们请呢企管顾问公司呢去算，哦，算出他们这个通话服务呢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是-0.085，哦，-0.085。然后呢，他们说他们这个通话服务呢对讯息服务，他们有两种服务，一个是通话服务，一个是讯息服务。讯息服务就是简讯啦，哦，简讯啊，通话就是拿手机起来讲电话，哦，他们说呢，这个拿手机起来讲电话的这个通话服务呢，对讯息服务的这个费率呢，有一个交叉弹性是-0.078。那讯息服务呢的需求弹性的这个值呢是-0.03，哦，-0.03。那讯息服务呢对通话服务的这个费率呢，通话服务的这个费率呢，它有一个交叉弹性，这个值是-0.003。哦，那这个练习题是这样子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哦，如果通话服务的费率降低 5% 的时候，请问这会如何到影响这个公司通话服务的总收益？会影响总收益多少？哦，会影响总收益多少？第二个问题问，当通话服务的费率升高 5% 的时候呢，会影响到这个公司呢讯息服务的总收益多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练习题。帮助大家理解说这些算出来的需求弹性、交叉弹性的这些数值呢，能够怎样去帮助你理解这个事情，理解说你的费率调整的时候如何影响你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产品或，哦，这个服务的市场的总收益。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嘛，对不对？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一开始为什么要需要弹性这个概念，在判断说当你涨价或当你调价的时候呢，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东西呢？会，你知道调价了，需求量会增加，哦，可是呢，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能不能消费者对这个价格够敏感，会增加到够多，以至于你的总收益会成长？还是说，其实你调价的时候，哎，消费者没错，需求量会增加，可是增加的程度不够多，以至于其实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总收益减少？哦，我们今天呢，就要用这两个问题呢，来帮大家看看这件事情。哦，我们首先呢，哦，这个问题问第一个，当通话服务的费率降低 5% 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这个公司通话服务的总收益多少？刚在那个题目里面呢，给了大家一堆数字，哦，这些数字可能大家会容易搞混，所以我就把这些数字呢列在一个表格，列在这边，哦，表格的这边呢 PVC, VC 是 Voice Call, 然后就是通话服务，然后 P 呢 SMS,哦，Short Message Service,哦，所以呢 PVC 表示通话服务的价格，P 呢 SMS 呢表示简讯服务的价格，这边呢列了一个 QVC 跟 QSMS， QVC 表示这个什么，这个 voice call 的需求量，哦，SMS 呢 short message service 简讯服务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这个表呢简单来呈现什么呢？把刚刚那几个数字，哦，刚不是给了大家一堆数字，一个数字-0.08，第二个数字-0.078，第三个数字-0.003，第四个数字-0.003，用这个表格把这四个数字呢把它整合起来，哦，把它整合起来让大家理解，然后，啊，这个数字就表示说，比方第一个数字-0.085，表示说当 voice call 的价格，通话服务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到通话服务的需求量，哦，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摆在这里-0.085。第二个，当简讯服务的这个价格做变动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到 voice call 的需求量，哦，所以这个是交叉弹性-0.078。当简讯服务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呢，如何影响到通话服务的这个需求量？第三个呢，讲的是当 voice call 通话服务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呢，如何影响到简讯服务的需求量？哦，这个是一样是交叉弹性。
第四个呢，简讯服务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呢，如何影响到简讯服务的需求量哦？所以这个东西呢，-0.03 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哦。我们把它整理在这张表格里面出来，看到这张表格呢，其实有几个东西值得看的哦。第一个，你觉得通话服务跟简讯服务到底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你觉得这两种产品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在台湾、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很像通话服务跟简讯服务是替代品，至少在过去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就说，哎，你如果要跟某人通讯、哦、比如跟女朋友通讯，有些时候讲电话，有些时候用简讯啊，如果电话贵的话，我们就用简讯，简讯贵的话就用讲电话，所以你觉得很像是替代品，可是你看看这个数字跟你说什么？PSMS 跟 QVC 的影响是-0.078，这个交谈性是负的哦。另外一个 P-Voice Call 跟 QSMS 这个是也是负的哦，-0.003。它表示什么？它表示说，当简讯服务的价格调涨的时候呢，对 Voice Call 哦，简讯服务的价格调涨的时候，对 Voice Call 通讯服务的这个需求量的影响会是负的，会是负的哦。刚根据我们刚刚讲，如果交叉弹性的值是负的时候，表示什么？这两种服务其实是互补品。哦，这两种服务其实是互补品哦，哦，互补品哦，所以跟我们台湾人的印象不大一样。所以从这里面给我们什么启发？哦，这个启发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去判断，我说哦，在商场上判断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哦，有时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判断不同的产品之间跟你是朋友，还是不同的产品之间跟你是敌人？有些时候你要去看交叉弹性的值。如果他跟你是替代品，有可能是敌人嘛，跟你是互补品，有可能你们是朋友啊。那我说有些时候呢，这个数字跟你讲说，有些时候你在判断这件事情不能够，没错，有些时候直观是会帮助一些作用，可是 exactly 最后要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还是要看看正确的数值啦、哦、所以有些时候你还是要依靠顾问公司去帮你算，然后直观可以帮你判断有可能之间是朋友还是敌人，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敌人还是朋友，有些时候还是帮你算，尤其是你踏入到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的时候、哦，在新加坡，你看他们的简讯服务跟通话服务其实是互补品哦，啊，其实是互补品哦啊。之前我有问过一些新加坡的朋友，哦，新加坡的学生，然后我们有国际学生，有新加坡人，他们就说，哎、欸，他们在新加坡使用手机的习惯其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搞不好现在在台湾可能也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简讯变贵了啊，我就怎么样只用通话，或者通话服务变贵的时候你就使用简讯，你不是这个样子，通常是怎么样？你跟人家讲电话讲一讲，哎、欸。比如像说，你今天去场刊，哦，去看一个场地，然后呢，你代表公司去看一个场地，你们要办活动嘛？去看一个场地，场地看完以后，你要跟公司回报，讲一讲说这场地 OK， 那公司会跟你说，哎、欸，不然传一些照片来吧，啊，你用简讯把照片传出去，哦，所以他就说他们在新加坡很多时候那个什么通话跟简讯有些时候是互补品哦，有些时候是互补品嘛，你用这个公司的通话服务用，那有些时候呢，你不会说哎，因为通话服务贵了，你就改用简讯，你不是，而是说你会一起使用通话，有时候讲一讲啊，电话里面讲不清楚的，你就送简讯，送照片，送档案去确认这件事情哦，所以他们其实是互补品，你们看看到一个不同的，到一个不一样的市场的时候，那个消费者的使用 pattern 可能会不大一样，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问问顾问公司，然后去真的去帮你算，或者顾问公司，可能顾问公司出这个报告，你也是后面要有经济学的常识或经济学的知识，你才可以判断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哦，这个就是我们说嘛，经济学的重要性啊，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可以跟大家讲的是说，简讯服务跟通话服务两个之间是互补品，哦，两个之间是互补品，可是呢，你看。这两个数字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数字表示什么？这两个数字表示简讯服务跟通话服务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哎，这两个数字表示两个产品之间、两种服务之间是互补品，那两个之间的关系表示两个关系啊。可是这两个数字都表示两个产品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数字会不一样？为什么数字会不一样？哦，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数字。-0.078 这个数字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的是说，当简讯服务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如何影响到通话服务的，如何影响到通话服务的需求量。那这个-0.003呢，是表示的是通话服务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如何影响到简讯服务的需求量。所以虽然这两个数字都是讨论这两种服务之间的关系，可是一个是简讯服务的价格影响通话服务的需求量，另外一个是通话服务的价格影响简讯服务的需求量，
一个是 A 对 B， 一个是 B 对 A， 情况还是有点不大一样，然后不可能一概而论。那、啊、这个东西呢，其实你问过有交过男女朋友的同学，希望大家都有交过男女朋友了，他们就会很清楚这个道理嘛。这个道理就像是 A 跟 B 同时是男女朋友，可是 A 爱 B 跟 B 爱 A 的这个量，通常是不大一样的啦，通常不大一样的 A I B 跟 B I A 男朋友男生爱女生跟女生爱女男生的这个程度有些时候不大一样的。如果真的一样的话，那恭喜你，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现象，然后非常难得的现象，通常是不大一样。啊，在这里面呢，哦，可以让你知道这个道理。然后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当通话服务的费率降低 5% 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这个公司通话服务的总收益？哦，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负 0.08 是什么意思。这负 0.08 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哦，需求价格弹性的公式我们把它列在这边，底下分母呢是价格那个简讯服务的价格变动百分比，上面是简讯服务哦 ，sorry 我讲错，底下是通话服务的价格变动百分比，上面是通话服务的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哦，那、啊、这个值呢跟你说是负 0.085。所以他跟你说什么？他跟你说，如果价格调降 5% 的时候呢，哦，通话服务的需求量呢，它会变动，调降 5%， 所以是负 5% 乘上这个需求价格弹性的值负 0.085， 所以是这个增加 0.00425， 也就是说会增加 0.425%。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需求线嘛？哦，这个需求价弹性值是负的啊，所以价格降低 5% 的时候，这个上面这个什么需求量，通话服务的需求量一定会增长啊，增长多少？这个弹性的值跟你讲哦，所以下降 5% 会增长，乘上哦 0.085 乘上负 0.085 啦，乘上负 0.085 得到是会上涨 0.00425， 也就是会上涨 0.45%。那这个样子会如何影响到总收益？你们来看到哦，来。当通话服务价格降低 5% 的时候，需求会增加 0.45%。那这个东西呢，会怎么样影响到总收益？你先看看什么叫做总收益？总收益叫做 P 乘以 Q 嘛。啊，我说影响到通话服务的总收益啊，所以就是通话服务的价格乘上通话服务的这个需求量。好了，那我们现在说通话服务的价格，现在变成是原来就有价格的95% 嘛，降低 0.05 嘛，降低 5% 啊，所以就是变成1减掉 0.05 嘛，所以你现在的价新的价格呢 ，PVC 新的价格变成旧的 PVC 哦，旧的价格的1减掉 0.05 变成 95%。 那可是呢，价格下跌了，我说需求量会增加，所以现在需求量变成旧的需求量的1加上 0.00425 哦，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算，算出来的结果呢，得到。现在呢，新的收益呢是旧的收益，旧的收益是什么 ？P old 乘上 Q old 嘛，旧的价格乘上旧的需求量啊，变成了原来的那个什么，原来的总收益的 0.954 哦， 0.954， 所以就表示说呢，当通话服务费率降低 5% 的时候呢，并不会因人会因为这个样子多用使用通话服务，可是不会使用一大堆啦，哦，只会增加 0.45% 而已啦，就。你就看到了，你降价 5%、哦、降价 5% 啊，人家会多用，可是不会多用太多，多用 0.45%， 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哦、你的总收益呢反而会下降，变成 0.954、哦、原来的 0.954 变成原来的 95.4%、哦、降低价格 5%， 通话量会增加，可是不会增加太多，以致总收益下跌、哦、通话服务的价格降低 5% 的时候呢，总收益会下降4.6%。 好，第二个题目，我们说通话服务的费率升高 5% 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公司的讯息服务的总收益？好、哦，现在是说通话服务哦，通话服务升高 5% 的哦，通话服务升高 5% 的啊，不是影响到通话服务的收益。我说怎么样会怎么样影响到讯息服务的总收益？而、哦、我们现在看看哦，现在是通话服务的费率了哦。费率下降影响到讯息服务，不是在讲讯息服务的价格变动，而是讲另外一个通话服务的费率变动，那影响到讯息服务的这个收益啊。讯息服务的价格有没有变动？在这个题目里面说没有变动。而、啊、如果讯息服务的价格没有变动的话，为什么讯息服务的总收益会变动？因为讯息服务的这个需求量还是会影响啊。为什么？因为通话服务的费率
升高啦，通话服务的费率升高，那这两种服务之间呢互相有关联哦，这两种服务之间呢互相有关联，它们不是独立产品。我们刚刚有说这个数字是什么？通话服务的价格还是会影响到简讯服务的需求量，它们之间的交叉弹性是-0.003 哦，所以即使讯息服务的价格没有变动，通话服务它的相关产品、相关服务的价格变动升高 5%、哦、还是会影响到讯息服务的需求量，所以因为影响到它的需求量，所以它的总收益还是会变动。那影响的数字呢，我们说这个交叉弹性是-0.003，所以我们来看到交叉弹性的公式，交叉弹性公式这个底下是底 PVC 除以 PVC 嘛，所以这个是什么？通话服务的价格变动，上面是呢简讯服务的需求量的变动哦，啊这边都是百分比，我讲都是变动，都是讲变动百分比哦，所以我说呢，平均哦价格通话服务的价格上涨1%的时候呢，对这个简讯服务的需求量的影响呢，会是让它减少多少-0.003哦，会让它减少-0.003哦，所以我们就这样来算哦。哦，如果说今天是升高 5% 嘛，升高 5% 是正 5% 嘛，然后乘上这个交叉弹性的值是-0.003，所以当通话服务的费率升高 5% 的时候，透过交叉弹性，我们可以理解到说简讯服务的这个需求量的变动比例会是多少？变动比例会是哦-0.003交叉弹性乘上费率上升 5% 变成-0.00015。哦，很小啦，哦，不过还是有变动啦，还是有变动啦，哦，上价格上升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互补品嘛，所以通话服务哦的他们是互补品，所以通话服务的费率上升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简讯服务的需求量啦，哦，所以通话服务的价格上升 5% 的时候呢，需求会减少0.015%，哦，会减少0.015%，哦，然后怎么影响到总收益呢？简讯服务的总收益呢是。简讯服务的价格乘上简讯服务的需求量，哦，那它现在价格都没有变啊，简讯服务的价格都没有变啊，所以还是用原来的价格啊。可是需求量呢？哎，缩少了哦，缩减了哦，缩减了哦，减少了哦，-0.00015，也就是变成原来的1-0.00015啦，哦，变成原来的1-0.00015啦，哦，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会变成原来的。旧的收益呢哦价格没有变嘛啊你就直接看这个就好了，变成原来的 0.99985, 然后收益变成原来的 0.99985, 然后没有很大的变动，不过还是有影响。好啊，以上希望透过这个练习题呢能够让大家理解说哦这个价格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这个呢要怎么应用，以及交叉弹性要怎么应用，能够如何再帮助你去判断哦判断说呢，你的这个，当价格变动的时候，如何影响到你的这个收益，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个事情。我是中山企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